唔理老细信息，唔理粉丝诉求，唔复 IG 留言，缘分到了，老娘自然会。你哋以为我佛系上身，少年你太年轻了，其实我系要年哥。你终于会不会改，我都要坚决说出来。知我想放开，年哥，今天终于一人回家。今天终于坚强回家，再练歌，很坚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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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。全因今次坚系加长啦！我的首个红馆演唱会 First of All Live 2018将会在6月24号加开第二场，希望大家坚系支持。记得买飞啦！天天